大家好，我们是阿托尔元少年。在整个完全彩排的最后一天，在练舞教室就是先有某位邓石老师受伤，他今天还是要跳，其实非常感谢他。先是共完撞到膝盖，胸到扭到，他踩到不小心什么奇怪的空瓶子。我自己是我的脖子，你看看我现在脖子其实还蛮红，然后有疙瘩，就是我过敏，所以我晚上就跑去挂急诊，然后就打了两针。All this time, all the time, it's been you and me. Never gonna see your sun, it's me everything. So if you be feeling high, you be feeling low, I got you. I'm here. 错过，也许我不要放手。三二一，阿诺，阿诺，阿诺，加油，加油！好，今天八十分，蛮开心的，然后也很爽，把练习的好的东西有表演出来，应该可以说是最好的一次，大家的能量那些的都很好，都非常棒。你就像闪烁的星海啊，此刻只想抱你入怀。Baby 靠过来，不必再等待。每个心跳瞬记录你的爱，你就像闪烁的星海，此刻只想抱你入怀啊。I'm sorry that I hit you with another strong test. It might have been something, but you know me, my friend.把你们手借给我好吗？这首歌是写给在场的每一位，在追逐梦想的路上，要好好的珍惜，好好享受每一个 moment。就像今天一样，我在别楼说我的故事。只要找到自己的热爱，找到自己的那道光，一切都是值得的。相信。I feel so bright， 在这舞台，满天星星照亮黑暗。这次真的能站上北流，也真的是我们五个人的梦想。穿五幺二的帅鞋去许梦想，英雄就得要的承诺，能带上变色龙，让我猜不透。你问我到底心中要些什么，我的天地竟然就是我。时间它一分一秒不断考验折磨着我，擦掉那汗水准备突破重围。讲是全名吗？我说孙协之许梦哲。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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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吗？是，不过今天真的蛮开心的。我跟梦哲很喜欢你们。谢谢，真的很喜欢，谢谢谢谢。但是我觉得大家应该最舍不得的应该是红道接下来要去哦，对。其实有个好消息，我刚收到我第一志愿 UCLA 的大学。哇！哎，这真的很猛，这真的很猛。哇！一场命运让那少年志向壮起，开始一点他的自动灵魂就被撞起。他的学习透视让人开始轰炸，他的能耐可以百分之百换 poker face， 即将老板能拿下 poker face。 而且有一次是我们跟老师提出说我们要加练，对，就是我们熬夜要一定要练到这样，然后我们就隔天就直接总裁。 Yeah yeah hit the mic yeah 偷偷的提升 mic
要怎样。我觉得我那一首歌是我最自在最享受的一个舞台，然后那个灯光真的啊，就是好帅，从没有想过会自己当一个 rock star， 你知道，自己讲一下。一个梦啊，就 Michael， 就那个真的是我的梦想。其实我压力真的还蛮大的，就是在上台以前，我是超级紧张的，我这辈子没这么紧张过。我在这边我跟他们讲说，怎么办？我好紧张哦。You are the reason. Without you, I'm hard. 在 You Are the Reason 那时候 ，Oh my God！ 我看着他唱，我就快哭出来。非常俊浩，非常。哦，剪掉，是的。哇，剪掉！哎、欸，我要，不要，我不行，我要忍住。没有一句，我忍住。You Are the Reason 那一段唱到最后，其实有一点点小小的，有点想犯泪。啊！但是我憋回去了。你怎么憋的？你知道吗？教学一下。干嘛？你怎么变这样啊？没有，没有。我觉得这首歌本身就是它很催泪，然后哦，不要啦。无论你们是从哪个时期，喜欢我们，或是认识我们，我们都很开心哦。哦，然后我一直觉得我们很幸运，因为在我们努力的这段期间，台下都有你跟着我们一起前进。最后想说，这些幸运都是因为有你们的出现，所以真的很谢谢有你们的出现。因为你们就是我们的幸运。他把他的话讲完了，给他一个掌声好不好？节制，然后跟这么自律，就为了这次的北美演唱会，我觉得要真的非常感谢的人是我的妈妈，因为她真的是我每次回家，她都会帮我煮，真的是减脂在吃的那种减脂餐，就是每次到半夜，然后回家看到他们还在帮我们整理东西啊，然后准备一些，对，其实妈妈也是很感动，很感动。哦，哎呦，你看，这怎么可以不陪我哭？现在干嘛？很帅，刚讲了嘛，你讲你们家人这样子，然后我就他说家人回家就是会帮你们煮东西吃，但、就是我自己回家就是我自己在家这样，然后你可以来我家，你可以来我家啊，真的。然后我就觉得我有床可以给你睡，就突然想到我旁边其实蛮辛苦的。大家好，我们是金星、水星、水晶晶。有，我们就是不管怎样，我们都会来听。对，毕竟你们站北流，这很不容易。对啊，不是你凭什么长那么高？你干嘛那么高啊？哈哈，有啦有啦，不然叫他脱掉嘛。下次要在我们旁边要脱掉。谢谢大家，我们是阿跨原少年。你结束了，好不好？耶！结束了，圆满结束喽！要吃庆功宴了啦，太饿了啦！是，这太饿了，真的很饿，你知道吗？下次见。